我要上帝了机啦，怎么你的上帝这个皇帝怎么你的皇帝啦，哎呀这个是你的皇帝。西安小富盛名的小吃可不少，食客最喜欢吃哪一样西安小吃呢？今天是我第一次吃这个羊肉泡馍，我觉得这个羊肉泡馍，我觉得这个羊肉泡馍比较好吃比较好吃的。